是这样，王子铭头球之后，门将彭鹏，传球的一瞬间，王子铭不越位。这个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得出来，王子铭不越位，头球之后，彭鹏扑球没有拿住，紧接着跟上，再补射打门，裁判看看如何来判罚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首先传球的一瞬间，王子铭头球这个位置他不越位，而且另一名黑龙江 FC 这边两名球员之间都没有出现越位的情况。我们来看视频助理裁判也是用一张纸来比在屏幕上，来对于越位线的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确定。其实通过刚刚这个慢镜头的回放，我们能够看得出来，对于如果说这个球越位，哦，还是吹了越位。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,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